和县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，总面积1324平方公里，东与沧县、兴县接壤，北与大城县、任丘市交界，西与肃宁县、高阳县相邻，南与县县相连，辖20个乡镇，615个行政村，总人口78万人。1990年10月撤县设市。河间市地处华北平原，盛产多种粮棉瓜果，尤以金丝小枣、天津鸭梨等著名。工业产品种类很多，化工、纺织、电缆均较突出。河间已形成了以电线电缆、保温材料、汽车配件、建材、花卉、餐具为主的六大支柱产业。乡镇企业已有5个跨入国家级先进行列，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电线电缆生产基地。